Hello， 大家好。生活在科技产品蓬勃发展之下的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电话与计算机暗藏着秘辛在里头。现在呢，就让我们来大公开。在电话中的数字键盘，由上到下依序是12345678910。说到电话呢，那就不能不提到公共电话咯。公共电话一般都会挂着使用，再加上数字按键一般都会设计成由最靠近自己使用的地方慢慢递增而来。而如果是计算机上面的数字键盘，由上到下则是98765431。会这样设计的原因，是因为以前在使用计算机时，零与一这两个数字是最常被使用到的，再加上计算机一般都会放在桌子上面使用，所以最常使用到的数字一定要离自己最近才方便，不是吗？就这样，从习惯上的关系带来了如此便利的生活用品。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当然要以我们使用习惯来设计，这才是最方便的，不是吗？你们也来找找生活当中有什么暗藏着贴心小设计的东西吧。